Hello， 又是我 Peony 啊。上一集咧就主力教大家收紧股四头肌嘅肌肉啦。咁其实咧唔少女士咧都会好想收紧大髀外侧啦同埋内侧嘅肌肉噶。咁今集咧我哋就主力训练呢两嚿肌肉咯。咁嚟紧咧会做一个大髀外侧嘅肌肉啦。首先咧可以先平瞓嘅，手踭咧喺膊头嘅下面成一直线作一个固定，然后咧躯干亦都系要水平向直嘅，收紧个腹。用力的时候呼气，抬腿呼，初学者可以每一次做10至15下，然后每一组就做4 set 的。接下来会教大家做一个双托深蹲的动作，这个动作就主要训练大髀内侧的肌肉的。首先双脚比膊头站得阔一点的，然后脚趾尽量指向外面，同样下去的时候吸气，上身挺直，呼气上，膝头哥同样不会过脚尖的，呼气上。好，初学者可以每一次做10至15下，然后每一组做4次的。